哇，好多人是不是？我后头满身是字的店子的摊子，在卖点什么呢？其实呢，这边呢好多人呢，就是这个菜市的 market， 就是菜葱的市集，在这儿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商贩过来卖不同的东西啊，有衣服呢，或是哎这几年呢很流行有这些这个娱乐档，其实他们就是在玩什么呢？其实是赌钱呢，说白了就是赌钱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很受欢迎的就是美食啦，当然是美食就是最受大家欢迎啦，对吧？喂，我们就是先看着这，我待会儿看看有没有一些好有趣的东西给大家看看。